我跟你说，如果斯纳诺下一个进来，我直接不用说了，斯纳诺拿走吧。嗨，嗨，哎呀，难受。佐伊，你说你干嘛跟斯纳诺一起进来呢？这样吧，佐伊，就是我真的很想跟斯纳诺合作。好了，谢谢老师，在这里我跟你邀首歌吧。我说就在对。就是我到时候被淘汰也没关系吗？当然了，这真的是想跟你合作一首歌。我要看一下 MPOP 的未来，他能怎么谱写 MPOP 的未来。我觉得很好，但是就是还是Bass 为什么这么太强了？就是让我听不到别的东西了，就纯是在听 bass。特别大吗？